大家好，我是阿海。小妥花了4500块钱收回来的拖拉机，我们拿回来把它拆成件了，看到没有？前桥是前桥，发动机是发动机，后桥是后桥。不打开不知道，一打开全部都坏了，曲轴拉了，变速箱的齿轮打了，然后后桥里面的油都成泥巴了。这车已经停了1年多，将近2年的时间了。它这本来是这个大瓦拉了，这是大瓦，1、2、3、4、5，这三个拉了，中间的三个大瓦拉了。电子哪个地方？这个地方没？这个地方的电子没有现在。大电子。没有，好好找，你放哪了？你好好想一想，看一看我们拆的。从今天早上的9点开始，一直忙活到现在，看天已经黑了。现在把曲轴都已经磨好了，我们用这个砂纸，看到没有？砂纸已经打磨过了。然后今天晚上加个班，今天可能搞不出来，搞到明天吧。这是钢盖，这是死配套，全部都打。看看小土成啥了？你过来我看看你。来，油光明亮的啊！吃完饭，接着干，走。吃完晚饭，然后再继续干。晚熟。原白的吗？好黑的。白白的好。行。吃。多少？几盒？五十。我估计这油就没换过。我昨天去你换了，你少到一家去。我想着让师傅修，你非要自己修，在那干。不知道是师傅修多少，手工多少？满起了半圈，要两千五。干了吗？全部修。嗯，干完了。直接把手工弄好。就是没忙那么说，没忙就。这平常咱不买的车是的，没什么了现在。几桌？可能什么？当然吃，长辈吃。几桌？反正就是几桌不吃嘛，就直接拿掉了。喝掉？喝个酒。反正鸡吃的少，羊吃的多。少数民族鸡肉吃的少，牛羊肉马上吃的多。现在鸡吃的多，以前是他们鸡剥皮子，剥皮子啊。以前的鸡肉皮子剥些什么？我不一样，我见过，你见过？皮子剥掉？毛不拔，皮子剥掉。现在慢慢的也开始吃了。现在养贵了吗？羊肉贵呀，现在。好了，今天先到这，谢谢大家的点赞、转发和评论，拜拜。包子饭去，蛋糕加了没有？蛋糕加就可以。大家好，我是阿海。今天小妥不在，是我跟这个谁，别克托尔，我们两个人在修这一台拖拉机。今天整整的组装了一天，从早上的9点开始，一直到现在，没有停的干了几个小时。现在是20点，11个小时装了，差不多，已经大基本上装的差不多了。发动机已经装好了，等一会儿一试，把这盖子已经上完了，里面的全部都已经搞好了，现在加机油，然后后桥，这个密封胶都已经打好了，现在盖子一装就 OK 了，一通加了，可能不够一点，2桶，少桶。今天整整的忙碌了一天，就我跟别克多尔，我们两个人。
猪圈空草机有活干。小草到山上空草去了，开着我的拖拉机，我们再给他修车。好热，哎，那肚子也很冷。等一会儿，咱把这个弄完以后，等一会儿吃嘛，好吧？小土对这个拖拉机懂是懂一点，但是懂得稍微少一点，因为啥？我是从小接触这个，从17岁、18岁就开始接触这个拖拉机，已经断断续续的接触了，可能有10年了吧，也稍微懂一点。哎，就是发动机呀、变速箱，它的原理，基本上都懂一点，也不是说全懂，懂一点。现在机油已经加好了，前面做个预装，再上车。预装就可以启动了。你从小时候就回来这了。整整的今天是第三天了，已经修了。已经修了三天，拆了一天，昨天装了一天没装完，今天又装了一天。发动不着，咱们就继续修呗。哎。哎呀，老哥，你这还累了没？累了呀，真的累了啊。上多少多？你也累了吧？哪路？可以，习惯了吧？啊？发动现在滴滴不是？哪路去了？啊？现在这个发动啦，一个发动着的话就高兴了，高啥也不累了，高兴了。来，开始，启动。挺好听的，你看就那个车子，那个地方看一下，那个地方漏水了吗？这个那个小问题，明天一个检查，能发动着就行了。哎，对，那管子也换。嗯，问题还多，这上面都是小问题。算了没有？花了多少钱？没花三千块钱啊？没花三千块钱，花了多少？你大概算一下。大概算了一下，我看。机油是多少？机油300，320。180。180的500。500。液压油160。660。钢垫子。钢垫子。发动机是多少？来，给你花了100来块钱吧。100多。那就是不到1000。1000。还有啥？这也没啥了呗。没啥，还有一个后面齿轮，齿轮多少钱？齿轮是50块钱，还大小二档齿轮吧，二档齿轮，不到1000块钱，不到1000块钱。这台车最主要时间花在哪了？花在我们在清洗这个发动机，最主要花在这个清洗上面。有很多朋友在这个评论区里说4000块钱买贵了，但是我们主要是当时想的是自己修嘛，自己修好以后，手工费也省了，是这样的。然后本来想的是可能要把发动机里面的全部要换掉，结果一打开一看，起初大概的磨一下还能用，换了一个大小瓦，大瓦换了，小瓦也换了，然后换了一个，把这个火塞还有火塞环全部打下来拿下来，钢套磨损的不是很厉害，把火塞咱们拿下来清洗了，里面都是泥巴，火塞环那个缝子那都是泥巴，然后把火塞环全部都擦得干干净净，洗得干干净净，装起来了，驱逐那个洞全部粘掉了，还有那个驱逐的那个油眼子全部都是泥巴堵得死死的，第一马达是由小桃打的，一个马达就着了，一点问题都没有。明天把这些该还有好多洗的地方，包括这个离合器、刹车等等等等，该打黄油、该检查，
旧车嘛，主要是放的时间太久了，主要是发动机里面太脏太脏。我没见过这么脏的发动机，我也没见过，直接是泥巴，包括它的液压的部分，后桥里面都有这么厚的一层泥巴，不知道这个以前这个主人是怎么样开它的。好了，现在车已经发动着了，下一个就是明天把剩下东西集装，该收拾的一收拾，好了，就可以出门挣钱了。好了，今天先到这儿，谢谢大家的点赞、转发和评论，拜拜。